好久没开榴莲盲盒了，这个榴莲是花了30多块钱买的，因为它是熟的。哎，在批发市场捡的肉，看看肉好不好啊？看看肉饱不饱满？哇，还行，30多块钱，要什么自行车？是不是还行？哎。哎，这房肉你看它这个皮儿还挺那个啥的，挺薄的是吧？几房肉了？三房肉了是不是？我的乖乖，四房肉。哎，五房肉，这还能弄出五房肉来，相当奥利给了。